白掌柜想必是误会了，我不是想来寄卖，我是要奉送。董大，芍药，兰苑火灾的旧人。他说我娘死的时候，什么人来什么的。那你怎么跟他说的？我看你还是留些神吧。他每次说来看芍药，可只同你们家大姑娘说话。你何曾看见他同灵儿、蓉儿说话了？我们现在去结交献王，也是为我们沈家谋一片阴蔽。花学士被冤，皇都中人人皆知。献王指使大理寺拷打花宫，日夜逼供，就连行刑狱卒都于心不忍。难不成您不知道吗？若没了学堂，花家就不是花家了。姑娘，这么丰厚的束修，先生们怎么就不肯来呢？士农工商，这就是天堑。这名单上不是还有2位先生没拜访吗？啊，